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在七日的头一日主日的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欢呼，向你歌唱，感谢你，称颂你的名，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尽管今天举世罪恶弥漫，恶人猖獗，但是我们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你曾经说，你应许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这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的。你是我们的力量，战胜一切撒旦仇敌的作为，邪恶在你面前毫无立足之地。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但愿透过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灵命得到苏醒，我们的灵命得以更新，让我们得以力上加力，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靠着主过得胜的生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主你来查看，愿主你同在祝福，让我们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达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nk you.
各位 ALCBC 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线上透过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父神的主内众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实体的聚会快要有曙光了。这就在前天，我跟负责场地的有关部门联系，我们约好在下个礼拜要开会来进行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目前聚会的场所是属于市政府的，所以下个礼拜跟市政府开会以后，我们再来决定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实体的聚会。愿神带领。那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主题就是熟念仁义的道理。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头一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到十四节，找到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请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道
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念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的下半节跟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七到八节，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以上，我们感谢主。有一句成语说熟能生巧，巧能生妙。好马是骑出来的，才干呢是练出来的。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念十日空。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他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卖油翁我想从小在学校里面都读过了这篇文章这个卖油翁这篇文章主要就是熟能生巧这个成语的典故的来源意思就是说，当你熟练了就能够找到窍门熟能生巧那么你要想熟练就必须要付出很多的努力俗语说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常常用来称赞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也就是说，无论哪一门的技艺都要做到勤学苦练只有不断的坚持才能够熟能生巧。只有专业才能够成为专家。专业不是与生俱来的你之所以比别人专业，只因为你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练习我相信任何顾客都不会跟那些业余的人打交道顾客永远只相信专家。我相信这是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我们要修水管当然是找专家要修水电也是找专家因为专家背后他花了心力和时间使他变得真正的专业而这样的人才才值得信任的。这个卖油翁的故事里面提到有一个神射手跟卖油翁这个故事呢就是诉说着我们能耳熟能详的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个故事主要就是谈到说我们只要用对的技巧然后投入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而且努力坚持必定能够达到精熟该技巧而这个原则也可以在学习任何的技巧与能力上面同样的使用而不论你是好的也好坏的技能也好
如果你去练习的话，你的技巧能力啊就会啊深巧，你就会啊有窍门啊，得到窍门。啊，如果你常常练习抱怨啊，很多事情临到就是抱怨抱怨啊啊，怨天尤人啊，那么你就会精通抱怨，你是抱怨的拿手，你是抱怨的能手。那么如果你练习和平，你就会精通和平，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大家都很喜欢来亲近你。如果你练习喜悦，你就会精通喜悦。如果你练习快乐，你就会精通快乐等等。所以这个喜乐与快乐不是你感受来的应该是说是你练习来的也就是说让你的自己的思维经常练习看到好的一面常常很正面的来看事情所以呢喜悦跟快乐有盼望就油然而生我不知道你今天练习了什么或者说你经常在练习什么你练习什么你就会得到你经常练习的东西因为当你练到熟能生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你的习惯然后最后呢就塑造成了你的人生你的命运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在责备信徒说虽然他们信主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了而且也得过真理的教导了但是仍然停留在信仰的初阶上就好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永远长不大所以这里讲的呢就是生命停止长进的情形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所以以灵命的年龄来说呢应该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应该要称为教师了可以当老师了但是很可惜他们却仍然需要别人来教导他们福音真理的一些基础知识一些入门的事情所以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写这封信希伯来书的时候的感受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说一个人信主的年日长短并不代表他的灵命的高低也就是说信主年日长并不代表他灵命成熟很奇怪的是许多人却以为如此他们常常会说只要给我们时间我们就会长大成熟的给我们时间我们就会摆脱我们就会慢慢改这些不好的习惯那些坏的脾气那些坏的习惯或是说不好的性格只要你给我们时间我们可以慢慢的改慢慢的改但是我们时间给了他们结果呢他们依旧没有改变当他越老就老糊涂越老就越有老脾气越有老习惯老我不死老肉体的性格依然存在同样的信主的年资并不会带来一个人灵命的成长也不代表灵命
的成熟。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不熟念仁义的道理。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呢？仁义的道理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没有定冠词、也就是说它广泛的是指彰显神公义的所有的有关神公义的话语、也就是说使人称义成圣的圣经真理，简单的说、就是神的话语、不熟念、是因为没有常常去思想、去领悟，甚至于呢去实行去运用去操练、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熟念仁义的道理呢？我们是为了、分辨真理、因为我们看透有些人呢，他们在曲解圣经、牵强附会、宣传教导扭曲似是而非的这些、假道理。所以呢，当我们熟练了仁义的道理、我们就有属灵的洞察力。也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所说的、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因为今天我们最大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攻破各种学说的营垒。所以呢，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而且是属神的属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因为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五节说，神的道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一概攻破了，又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里提到了至高知识。什么是至高知识呢？就是影响现代人的这些至高知识，是指、基本上就好像、进化论、无神论、新纪元运动、后现代主义、生死轮回说、或者共产主义、等等，这些都是要高举自己、否认神的掌权。而那些理论今天如此的猖狂、并不是说我们的神的道、无法攻破这些营垒，而是当神的道我们认识、不周全，我们就谈不上使用、更别提要用的熟练。所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们就办不到。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熟念神的话语，神的仁义的道理。一个长大成人的心、他的心窍是通达的、就能够分辨好歹、今天我们生活在充满无尽无穷的资讯和人本观点的世界当中，我们做个信徒，我们需要培养这个分辨的灵，否则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怎么分辨呢？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大都是属于从世界的角度、世界观、的视角来看的、而这一些世界观、世界的
的视角都是谎言之父魔鬼撒旦所影响的。甚至于呢，今天在宗教的领域里面也可以发现欺骗，有些异端的教会把这些似是而非的谎言混进了真理。有时候你无法查辨所以呢，信徒能够提防谎言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把自己操练好，就熟练自己所以呢，你花更多的时间让头脑装满了神的思想你就越有分辨的能力。这个分辨力对于灵性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特别分辨力在做决定的时候特别重要。所以呢，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个呢会指导你的决定。然而只是知道圣经的真理还不够你必须要把所学的这些真理付诸于实践就是说熟练这样就不只是头脑的知识还要去熟练去运用把这个属灵的宝剑能够运用的非常的灵活。我们在肉身的生命上需要学习很多知识我们才能够判断是非真假没有知识我们就不能够判断属灵的功夫也是一样没有圣经做基础你不能判断属灵的事物没有神的话语做标准你根本无法分辨生命的状态这个灵里的分辨不是你一下子能够学会的你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操练不断的经历认识掌握圣经的真理你才能够训练属灵的洞察力所以呢，今天在复杂信仰的环境当中你要辨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错谬什么是美善什么是丑恶这个真理与美善的事情我们要渴慕我们要持守而那些错谬那些丑恶的事情我们要厌恶要弃绝这样学习的功夫就会让我们的心窍习念的通达也就是说感受外界的观念的洞察力和领悟力我们都能够增长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这就是分辨能力的提升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在操练在锻炼而且要操练锻炼到熟练欣赏钢琴大师的表演是一种享受这是我们经常的一个经验我们就看见那些不管大师的手他如何自由的在钢琴上呢在这边游动可是他们出来的声音总是美妙的音乐但是如果我的手在钢琴上游动出来的声音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声音了让人吓跑了
那钢琴大师他能够在钢琴上、我们说游刃有余的在那边弹出美妙的音乐，是因为他们、长期反复在那边练习。同样的，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也离不开、属灵的操练、这个操练的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训练，例如、体操运动的训练、这是有规划的、而且是重复的，而且持续着向着目标、努力的训练、要成为音乐的大师、就必须要练习、要有基督的样式、就必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敬虔、就是说向上帝、委身，向上帝献身、活出讨他喜悦、的生命、这就是敬虔的意思。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我们要敬虔的度日、譬如说提后三章十二节、我们要敬虔的度日。那旧约里面经常提到的是敬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等等、那新约里面呢、大都的是用的是敬虔、这个敬畏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敬畏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惧怕神。那敬虔呢、比较有尊敬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尊敬的成分比较多、惧怕的成分呢、比较少。所以一个人对神有了敬畏的心、他才会有、敬虔的生活的表现。我们所得着的永生、是由信心而来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样透过信心得来的新的生命把它活出来，我们就要去操练、敬虔，否则我们的信心就是死的。所以呢，操练敬虔、就是要我们学习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方式。敬虔的操练、这个表示说我们已经有了敬虔了、但是需要再操练、所以敬虔的操练表示我们已经有的敬虔呢，继续的再加以练习运用、叫我们可以运用的更纯熟、更成熟、更滚瓜烂熟。因为我们所有已经信主人，所有信徒、圣经说都被算为被称为是敬虔的人，而没有信主的人、则被算为不敬虔的人、这样的观念呢，在新约书信里、有这种用法。彼得后书、提到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说、主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这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敬虔的人、实际上是指、罗德、他虽然是个仅仅得救的信徒，但是圣经却视他为敬虔的人。不过他只是没有操练敬虔，而去过着世俗的生活。相反的，索多玛、俄摩拉的人，
在圣经里面就被算为不敬虔的人，因为他们向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既然已经有了敬虔的心，我们就应该操练敬虔，让它可以长进，就好像我们操练身体一样，让我们身体也可以健壮一样。这个操练，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锻炼身体或是我们的思维。爱好体育的人大概对这个词不会太陌生。现代英文里的体操这个字就是从希腊文操练这个词演变而来的。另外像体操房体育馆这些字呢都是来自这个希腊文操练这个字的词根。那新约使用的操练这个体育的用语，那保罗在这段话里把基督徒的属灵操练跟古希腊崇尚体育的那些风俗做了一番的对比。古希腊人高度的推崇健美而强壮的身体，他们举办隆重的竞技赛会例如著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献给冠军的人是橄榄枝编成的一个花环。所以那些运动员为了赢得如此的荣耀，这些运动员都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锻炼，他们甚至愿意受最严酷的训练和自我的约束从而练就一副结实敏捷的身体。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到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有敬虔凡事都有利益。圣经并不反对体育锻炼，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所以锻炼身体自有用处。但是使徒保罗他所强调的乃是灵性的健美和强壮。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到了我们要练习分辨善恶的本领，因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奶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都知道，韶华易逝青春和美貌都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消失不在。你知道什么东西只有减少没有增加呢？就是时间，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请问什么东西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呢？就是年岁年龄。也就是说时间寿命只有减少没有增加，那我们的年龄我们的年岁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所以呢追求强身体健和养生之道是人之常情寻医问药美容驻颜
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这一切啊，终归啊，不能够长久。只有通过啊灵性的锻炼，而体现出来的美和健康啊，才能够永远得到神的滋养，并且为别人、为他人的心灵啊提供养分。所以呢，今天我们互相勉励，我们一起来熟念仁义的道理，我们就必须要有敬虔的操练锻炼啊。怎么锻炼？怎么操练啊？最基本的，我们必须要熟读全备的福音啊，掌握整本圣经里面啊提到的得救啊的真理啊，就像练习啊打仗的时候所用的武器啊一样啊，不断的练习啊，就能够啊娴熟运用各样的啊武器。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情啊，都需要花时间下功夫。当然，包括啊结出属啊圣灵的果子啊，所以呢，我们要熟念仁义的道理啊，就有了稳固的信仰根基啊，我们就对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神有更深的认识啊，我们的灵命就会日渐长大成熟啊。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啊，能够不陷入迷惑啊，不随从异端啊，最妥善的方法。求神透过啊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啊，我们要为真理打美好的仗。我们必须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所以让我们来操练敬虔，让我们在神的仁义、神的道上啊能够熟练，我们就能够分辨好歹。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再一次感谢你赐下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我们。我们知道人活着啊，不是单靠食物，乃靠你的话而活。你口中的训言，你的话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愿意熟练仁义的道理，使我们成为属灵上刚强的人，在这世代当中为主坚守信仰，打美好的仗。感谢主透过今天的信息分享，调整我们对生活的态度，调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优先顺序，就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我们要常思念天上的事，不仅仅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这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唯独神的果，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让我们啊常做准备，以应付随时随处要面临的一切挑战，所要面临的一切属灵的征战。未来的这一个礼拜，求主保守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平安，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既然看顾麻雀，
你更会眷顾比麻雀更贵重的我们。感谢你的应许，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敬拜感恩。我们将感谢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唱赞美神，作为我们的结束。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